今天非常的吵，但是我还是请来了重量级人物。来点纯正的味儿，1966做头饰，偶尔也有坏习惯，我爱拿生命做头饰，漫步在夕阳之下，我吸收日月精气，擦枪走火请小心，我他妈更爱冷兵器，用嘴巴代替刀和剑，摸把滚打到今天。大家好，我叫梁伟涵，我是2019年的中国花式足球锦标赛冠军。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是一个 slap 的组合动作。那么今天伟涵为我们带来一个进阶的 slap 动作教学。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你做 slap 之后，用同侧脚来再进行一个空绕的动作。那么想学习这个动作呢，我们首先需要把它拆分成三步。第一步呢，你需要掌握基础的 slap 动作。还不会 slap 动作的朋友呢，可以先看我上一期的 slap 详细教学。那么这个动作不要求你会连续多少多少个，只要你能自如地控制它的高度和方向就可以。第二步，练习侧面的绕腿。我们一开始还是可以用手抛的形式来降低这个难度来练习动作。要注意的是，这个动作是从身体侧面完成的，并且绕腿的时候呢，是从前往后绕腿。掌握了前面两步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最关键第三步，就是把动作组合起来。那么要注意看呢，在拉球的同时，你的支撑脚又跟着一起起跳，只有这样你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支撑脚瞬间切换为做动作的脚。当然最后呢，其实还有隐藏的第四点，那就是不断的练习，只有不断的练习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效果。那么本期的教学就到这里，我是华尔足球克里斯，喜欢的别忘记给一个三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